师父，我是向那施主把妖怪当神灵，他说那妖怪神通广大，俺老孙倒要和他比试比试，看看他能不能认出真假。悟空，你是说施主，我替你儿子去祭祀，给你们家留下香烟后代，好是不好啊？啊！哎呀！施主请起。长老若发慈悲，我愿送白银千两作为盘缠，送唐长老往西天去呀！施主，快快请起，快快请起。就不谢谢俺老孙了。你不是没了吗？怎么没了？你不是给大王吃了吗？哎呀，他敢吃我，怕没那么容易。老施主，我替你儿子去祭祀，等俺回来之后，你得好好的谢谢俺。哎呀，谢长老！哎，好了好了，替死鬼也找到了，这饭还给不给吃啊？那死了也是个饱死鬼啊！啊，老爷，斋饭已做得了。哦，请几位长老快到斋堂用饭。啊，走，啊走，请。长老，长老，发发慈悲，救救小女吧！女施主，请起，有话慢慢讲啊。这是寡嫂，哥哥已经亡故了，真小女啊！你是一场筋吧？求求长老，救救小女！小妇人孤儿寡母，就只有这一个女儿相依为命啊！悟空，悟空，啊，师父，你可有两全之计？哎，师傅，依我之见呢，猴哥他都能救一个，他也能救两个呀。师傅若能救下小女，小夫人情愿变卖家产，报答师傅的大恩大德呀！快，快拜谢长老！谢谢长老。哎呀，八戒，来来。你干什么呀你啊？八戒，这顿饭可不是白吃的。你得跟俺老孙去祭祀那灵感大王啊。我去干什么？我去。哎，你得变成那小女孩啊。啊，就我这样的能变得了吗？你净出馊主意。我怎么变的？我不变。你会36般变化，你怎么变不了呢？啊，你这样的。八戒，你师兄说的对呀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你怎么就不能救人灾难呢？哎呀，师傅，不是我不变呢，我只能变什么大树啊、大山呐、啊、大石头什么的。你说这小女孩这么小巧俊秀，我能变得了吗？我看你是找打。你是不变呢？我变还不行吗？你。猴哥，猴哥，猴哥，你。猴哥，你说明天祭祀是怎么个祭祀法啊？是捆着去，绑着去，还是煮熟了去，还是剁碎了去啊？你担心什么呀？那妖精吃人还能把你给煮了？你也不是不知道，有的妖怪喜欢吃熟食。猴哥啊，要变成小孩给妖怪吃，那可不是好玩的啊！我说你怕什么呀？那妖怪吃我的时候，你跑了不就得了？真是的，我不知道这妖怪是什么规矩、啊。什么规矩？他要是先吃从男，当然我就跑了。他要是先吃童女儿，我跑个屁我呀！我操！你这太孙！我打你这没出息的！你还天蓬元帅下凡呢，你还害怕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再絮絮叨叨的，俺老孙就剁下你的猪脚，懂吗？哎呀！切！
快睡觉去，快点。你吃啊，吃吧。就知道吃。猴哥，这人都回去了，咱们也回去吧。嘿，那妖怪还没来，你就想走，呆子。嘿，谁呆子？哎，咱们哄哄他就算了，我还真得给他们吃啊。啊，你怎么说话不算数的？啊，谁不算数啊？猴哥，可是你答应他们的啊，妖怪来了先吃你。嗯，切。快点，妖怪来了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是陈清家的孩子吗？是的，大王。你小孩这么胆大，你敢说话呀？回大王，小人从小就不怕生人。你不怕，我吃了你。大王，请吃就是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他叫一秤金，我叫陈官宝。你不怕我吃了你？大王，我不禁吃，你还是先吃那个猴子吧。猴子？哎呦！妖怪，哪里跑？妖怪，你哪里跑？鱼鳞？这是我打下来的。这是你打下的鱼鳞。快让他们出来吧！啊，妖精出来，妖怪出来，出来，你出来，出来，妖怪，快出来！哎呀，哎呀，猴哥呀，这家伙是个缩头乌龟啊，怎么骂他也不出来。好你个妖怪！搅得好啊，搅得好，搅啊，哎，好啊，哎呀，到底谁在作怪？哎呀搅啊，哎，搅啊，搅啊，就你沉不住气，把那妖精打跑了。我怎么沉不住气呀？是你先变了回来的，你胆小鬼还狡辩。我怎么胆小了？你让我变我就变，你让我给妖怪吃就给妖怪吃，我怎么了？去！师傅们回来了。怎么，师傅们没让大王给吃喽？那妖怪想吃我们没那么容易。师傅。那妖怪底细俺老孙知道了，是水底的东西，俺老孙一棒子把他打得不敢出来了。哎呀，那可好了。那他要是再回来呢？嘿，师父放心，俺老孙已经把他打怕了，刚才俺在通天河搅他个天翻地覆，也不见他的踪影。师父，师父，这是妖怪深深的鳞片，是我打下来的。二师兄真有本事啊。师父，我真是高人呐。那
我们明天就可以赶路了。哎，不不不不，请圣僧再歇一天，明天我备船，后天送师傅上路，请师傅们堂内歇息吧。啊，请请请。请二师兄，大师兄，请。